那个号的名字好像啊，然后来看一眼。等会儿。27个永旺棒，10个卷轴，6个大风车。今天这个是怎么回事？让我们填坑了。说这是玩多少年的哥们儿？关注我好几年。谁呀、啊、关注我好几年，一直关注你。那你之前呢？你不是昨天才下载的吗？对，以后不那个什么了。你干什么？你挺烦人的，我发现你啊，烦。那你有我们的微信吗？你有我微信吗？有我的群吗？我开个集结吧，8:30的集结开一个。我今天有个集结忘开了，开一个。这点关注，这是真爱。这行，一下集结了，来烦你别走了，吃什么饭别吃，进个真爱。说好了吃火锅，我搁外面干坐坐了三个小时，以后我再也不信了。以后我身边的朋友再找我吃火锅，我就棒棒两拳。等会儿，这个好像赚了2个泰迪熊，没赔。这个右下角响一些集结了，家人们，刚谁进真爱了？这么速度，是谁？这可咋整？我这个手机来来回回都没有电，这手机没有电了，你说说。对，没赔，不行啊、哦！我往群里那个什么，欢迎哈哈，往群里面喊一下。等会儿这就赔了，我怎么刚一回来你这就赔了呢？欢迎小莫先生。行，小孩来吃饭。你往这吃饭了呀？啊，吃饭。那不还能吃吗？行，那不吃，回去吃饭好了，吃一口，我一定要看，我吃一口，我确定。喜子，我要难受死了！哇，等会儿啊，这妈真是一个也不给我们出啊！在这里呢，哎呀，在这不要了，以后我在这。今天是亏的。等会儿，这一共是几十了？